现在是要去上班的路上，回来雪梨也已经两周啦。然后一回来我就继续的我的造人计划，所以每天就照着医生的指示，早上要去抽血，然后有时候也要照超音波啦。用意就是让他们观察是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可以植入胚胎啊。每天就是这样子啊，做完检查然后就去上班，这样子也一周嘞。今天算是第六天吧。护士小姐啊，你看到我那个我手背这样一伸出来，她就是说，你已经几天了吼，然后我就会这样，然后又让我想到小时候看那个喜剧片，就是那种有没有人家露出来，就看到左青龙右白虎，就知道你是混哪里的、啊，是那种手被拿出来，人家就知道我是 IVF 方的。上次在电话上面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到我的上班还要也要两个小时，有充足的时间跟你讲一下，就是我自己打完那四针之后去手术取卵的状况啊，然后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顺便你可以看到那个乡村的景色。那一天是星期一，我已经跟公司请假了，准备要8点的时候去动手术，要去取卵。手册上面其实说它是只有20分钟，是整个连带确认我的血压啊、体重啊、身高啊，然后准备穿手术衣啊、准备动手术的时间，然后再跟麻醉师啊、护士讨论一些流程的时间。这样子连手术，我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了。这样子跟你分享一张照片好了，就是那我放在这里。还有挡到美景哎，应该没有关系吧？这样就是要准备去麻醉的时候，已经穿上那种很丑的手术衣，那时候又不能化妆，素颜的照片。他们那时候就是让艾伦进来看一下，问看艾伦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很糗。到手术的时候呢， Aaron 也没有闲着啦，他就被安排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去啊，就是要贡献一下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要去贡献一下制造宝宝的原料啊。因为医生要同天把卵子跟精子结合成受精卵，所以我们那天都还蛮忙的啦。那我手术醒来的时候，然后护士说我总共有16颗卵欸，我当下就觉得我超像那个小时候买青蛙下蛋的那个图一样，就整个肚子好像仿佛就是超多卵一样啊，然后他们就这样吸出16颗来。因为当天还有其他的人也是跟我一样同天要取卵，然后 Aaron 还很八卦说，你知道我听到别人都了不起都只有10颗，然后你就有16颗哎，真的太夸张了。那我就觉得我更像那个青蛙下蛋那个青蛙，超多卵的、啊。老实说啦，那天动完手术，其实真的很不舒服。我一回去我就昏迷了，然后就睡。我醒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隔天他们还打电话给我，然后问我说：“我感觉怎么样啊？”然后他们还要报告说，他们其实16颗当中呢取的卵，然后搭配 Aaron 的精子呢，受精卵其实成功的有10颗。过了大约5天，护士就打电话来了，然后就说总共有7颗变成胚泡。所谓的陪跑，然后要把它冷冻起来。基本上就是受精卵呢，到第3天到第4天的时候会分裂成像一个球形状，然后那个胚胎他们就叫做桑葚胚。然后到了受精卵第5天的时候呢，变成陪跑了。医生就是发现说，我在打排卵针的时候，身体的雌激素其实已经过高了，一怕就是新鲜的那个卵呢直接植入的话，然后没有让我的身体休息，我的雌激素会变得更高，那对身体也就是会造成伤害啊。手术完的30天后呢，就是等于隔一个月再跟他们回诊讨论一下，就跟之前打算的状况不一样嘛，以为就是去取卵之后，然后过了一周就可以下一个阶段，可是没想到要等一个月，因为程序有点不一样啊，所以说我其实还是有点紧张啦。看看其他学者或者是有经验的人怎么说啊。其实很多人说，当你的雌激素已经过高的时候，最好还是让身体休息一下，子宫的内膜也会比较正常。当你身体比较好的时候，再把胚胎冷冻的部分再解冻，并不会影响
受孕的几率的。看完之后我想说，哎，那我现在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好好的把身体调好啊。做完手术之后，手册上面就是说要多喝水，因为药剂让身体的电解质很不平衡，所以我就到药局去买了那种电解质粉，就把电解质粉放在水里面，然后每天确认自己至少喝了1000cc。Aaron 知道我们有七个小孩的时候，他就每天就会一直开始碎嘴啊，直接说啊，不知道我们这七个宝宝到底怎么样啊。每次传简讯的时候，他就会故意放七个怪兽的图案，就代表我们有七个宝宝。其实也还不到宝宝，就是胚胎。有时候感觉好像我们真的今年有七个宝宝嘞。我后来还跟医生又约了诊了一次，然后医生就说我已经七天导药给他们，他们告诉我怎么做。整个疗程是健保给付的啦。这边健保的规定是说，你在40岁以下呢，一次只能植入一颗。他们的解释的原因是说，多胞胎的对母体来说，对胎儿的健康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宁愿就是一次植入一颗。刚开始知道的时候，我其实还蛮失望的，心想说哈，只植入一颗，那成功率不会比那种植入两三颗的来得低嘛。我为了这个论点真的做了超多功课的。专家的讲法是说，其实是在精不在多啊，你植入一个好的质量好的胚胎，怀孕的几率其实会比你植入两三个可是它的质量并不是太好的胚胎来得成功。很多研究报告也表示说，植入一颗不代表成功几率很低。当初也是纠结了很久啦，后来想想也是要相信专业啊。一次植入一个的话，那我有七个哎，是我七次机会啦。那如果七次都失败的话，那我就算了啦。人生不就这样吗？你试过了，你经历了，那就让老天去安排吧。惊奇的第一天打电话给他们，然后没想到呢，那一个月刚好是这里的复活节，因为他们就是人力的资源有限，然后刚好复活节要放一周，所以我的疗程就中断了。然后后来我跟 Aaron 也要去旅行啊，所以整个照顾计划就暂时的中断了2个月。我一回来就照着指示赶快打电话给他们，所以目前为止就是乖乖的去抽血啦。然后昨天护士打电话说，如果今天报告看 OK 的话，就可以安排什么时候要把胚胎植入的时间了。如果这次没成功的话，那这整个造人计划就会延到明年。因为我们8月的时候 Aaron 拿到奖学金要回去念中文啊，然后我们12月才会回来。12月是这里的圣诞节假期，大家都会放到1月。其实没关系啦，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尽力而为，然后尽完力之后就是看看老天爷怎么安排。今年我觉得我们好像也完成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七个胚胎在冷冻库里面呢，是真的感觉好像仿佛有七个小孩一样。虽然他们只是在冷冻库的胚胎而已，可是还是很珍贵的啊。年之结论就是今年我已经尽力了啦，这一路是的确很不好走，好险还有艾伦在啊，还有你帮我打气加油。你先这样子哦，讲完了你看孩子还没到那待会我带你看一下我最喜欢的美景好了。原来 Central Coast 之后呢，是从北边然后这样下来到 North Sydney 去上班，那以前是从旁边这样子上去，会经过雪梨桥。那待会呢会经过我最喜欢的一个景点，然后上面有一个桥，待会让你看一下 Hawkesbury River 的景色，让2个小时通勤上班的心情整个变得很不一样，每天都觉得自己还蛮像游客的。每天的景色因为时间还有天气的不同，看起来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希望你看到也会有好心情。